32-29啊，領先嘅蝦隊啊，只有三分啊，爭少少啊，呢位咩靚啊，十一號，但係先金攞唔到啊，三分係呢個係咪呢個？好。呢球唔走步都係犯規啦，不過前後發生嘅球證選擇咗係個走步啊，啊走步先，係。思維好咗兩等啊，喺天台嗰邊嘅朋友仔都係嘅思維，佢咪阿思維啊，諗住組多一隊夠年輕啲嘅，叫佢新思維。八秒。八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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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進攻時間八秒啊！八秒，十三號，十三號喺籃底威脅性啊 ，long two 就麻麻地啊，阿布都係啊，27-27。三號手啊，英哥都好靚啊，英哥逼個對手啊。哇！反手圍嚟啊，呢球運球啊，講緊啊。開始有啲火花啦，互相舉手，但係球證冇發現啊，其實舉手難發現。收好手，一號傳俾靚啊，傳得靚啊，但係開一開節奏先，因為隊友未上到嚟啊。哇！呢個咁深溝嘅，芬達好深溝啊，太深溝啦，芬達呢球。防守冇問題啊，呢球。呢球靚啊！傳到阿布呢個食虎位啊！啲男仔兩邊係佢最耍家嘅得分手段啊！阿布，阿布，呢邊換人啊！呢邊作出白色換人啦！哇！暫停。629-627。657。打唔錯啊！蝦隊打得特別啊！頭先助攻俾阿布入球兩分啊，34-29啊，領先都係五分嘅喎嚇。不過單節啊，思維未攞到分係嘛？幾下進攻都攞唔到分喎，都有啲問題喎，打咗成接近四分鐘攞唔到分啊！不過唔好問題嘅，阿芝打出呢個打咗一季都未攞到分都試過，絕對係冇問題啊！真係冇中啊！哇！出邊有啊，應該出邊有。所以唔緊要啊，四分鐘攞唔到分係好慘，一個都攞唔到，試過啫。好咩啊？好勵志啊！其實你俾個故事，激勵好多嘅球迷，而且有好多人想打波啊！真係。第一場啊，對呢個四分。阿美君攞唔攞到分啊？兩分。勁喎！搬到美君都攞分，27全班俾呢個。八球，踩一踩就先逼个英哥逼自己先，哇有威打嘅其实，因为佢对住紧阿八号啫嘛，忍一忍手啊布，哎呢下先系佢食好位啊，冇计啊冇计啦。27號我唔坐，即係27-48。27號我平時喺學校都係企翻打四個位啫，都唔打中間嘅。嗱，如果午飯畢業就有禮物啦。有邊一啊？冇計啊，15號阿布啊。
save 嘅 save 喺畫面。冇計啦，只有先金先可以對住阿布啫嚇。你叫阿27號阿阿瑩啊頂就唔到啊。3號吧。轉身啊！呢個極嘢，左邊左邊嗰個39-31啊！審團太多啦。即係對手啲 EQ 要好高先得。但係冇係啲係啲隔山打牛嗰啲氣氛，唔係真係火花嗰啲火花。你睇下咩人？反繼續進攻啊！有呢個思維啊，飛一飛啊，俾人偷波啊，審冇偷波啊！呢邊再作出調動啊，冇計啦，要加強籃底嘅威力啊！快翻27號啊，迎入場啊！3-10。如果佢係暫停唔得，但係佢換人先，換完人就暫停。好啦，咁係第41位啊！唔得，唔得，維持四分表現。四分你知喎，而家。1分56秒啊，34-43啊！四四四嘛，你又俾我都唔好啊！
步三分。哇，好近你噶九號啊！咁啊，叫做永清嘅小朋友。進攻時間八秒七。24秒喂喂啊！進攻比賽時間15秒。35喎，恭喜蝦隊贏啊！